看一看一看神秘的脸，陌生的世界，请你千难万险。你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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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奇呼唤，陌生的朋友让我好喜欢。有种生活小体验，有种性格叫勇敢，自然面对天和地，笑比哭好，笑比哭好，笑比哭好看，笑比哭好看。有种生活叫体验，有种性格叫勇敢，自然面对天和地，笑比哭好，笑比哭好，笑比哭好看，笑比哭好看，笑比哭好看。枫叶猫的好高呀，天上一定能看见。哎呦，还挺累。报告，胜利完成任务。这么快？这可是求救大事，马虎不得哟。放心，质量肯定超标准，烟都冒到太阳上去了。又在吹牛吧？老爸，需不需要帮忙啊？我们做事效率这么高，总得有点奖励吧。牛牛，那就帮我摆石头，弄得好才有奖励。没问题，小意思。我终于可以歇一会儿了。牛牛，反正是帮忙，你也帮帮我吧，嘻嘻。终于可以休息啦。欺负人。牛牛，别偷懒啊，再摆一个字母 S 就可以了。知道了，呵呵，你们等着瞧吧。哎，嘿呦，嘿呦，嘿呦。请欣赏非著名艺术家牛牛的作品，嘿嘿，初次创作，请多包涵。牛牛，应该做完了吧？那当然，我是谁呀？我多牛啊，嘿嘿，好好欣赏哦。应该是检查吧？什么叫欣赏呀？咦，啊，怎么样，艺术吧？让你摆 S， 你却给我摆了个牛头。我自己摆，当然想摆什么就摆什么。牛牛真牛。咱们回树屋吧，希望求救信号能管用。你们听，什么声音，好可怕。老虎不会又来了吧？老虎的叫声不是这样的。孩子们别怕，应该是动物扑食的声音。相信老爸，我绝不让野兽再伤害你们。爸爸，那就交给你了，抓个着。你们变得也太快了。外面有动静，是不是飞机又回来找我们了？快点封烟。是。我到悬崖上看看去。嘿，好光的石壁怎么爬上去呢？牛牛，能不能得救就看你的了。终于上来了，好开阔啊。先找些树枝。这么浓的烟又在高处，飞机一定能看到。老爸，我已经把信号发出去了，飞机快来吧。牛牛呢？他一定还在悬崖上。牛牛，你在哪儿？牛牛，牛牛的红马甲，不会掉下悬崖了吧？都是云，看不到底。牛牛，不敢让你一个人上来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、啊，牛牛？啊！老爸，你
背这么多书藤干什么？我到下面把牛牛留下的马甲拿回来。老爸，太危险了。这么长的树藤应该可以到树那边，先把一头绑在腰上，另一头绑在大石头上。朵朵、铁蛋儿，你们扶着绳子，我下去了啊。我变，我变，我变变变！老爸，你小心点啊！啊，树枝断了，牛牛掉下来，砸到树枝上，再摔到下面的草地上。嗯，应该没错，他没准还活着。拉，好，一二三，铁蛋儿，你帮牛牛收好马甲，说不定还有用。明天我们下山，从山脚绕到对面山里再去找找。嗯，老爸在树上做记号呀，为了防止迷路嘛。快找点水来。好，我来做胸外按压。嘿嘿嘿，水来啦。他怎么这么快就逃走了？他好像很害怕咱们。服啊！啊哒哒哒哒哒！哪有，早跑了。如果再来，就让他和这石头一样。你们看，这树上有个巢，是那个黑猩猩盖的吧？盖得这么好，应该是他们会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，是除了人类以外最聪明的动物。他们是人类的近亲。是啊，很近。开路。啊！怎么了？老爸，这是你做的记号。嘿嘿，看来迷路了。原来是在兜圈子，白走了半天。是，不好，是朵朵，黑猩猩，朵朵被他掳走了。太黑了，看脚灯。不在这边。朵朵，朵朵，朵朵。你在哪儿？是那只黑猩猩耶。吼！啊哒！超级弹簧腿！啊哒！快停下！不能用这招啊！放开我的腿！哎呦！你是想告诉我朵朵在那边？牛牛到底遭遇了什么事儿呢？黑猩猩又为什么掳走朵朵呢？敬请关注下集《猩猩王国》。